怎么样？那游乐场没有门哦。小罐的，我找小罐的。你要吗？我直接丢给你。那就先给你喝，先给你。来来来，我不急不急。怎么？作为位置真实地形。哦，好，命大。哎，你也没夹。没有，我刚刚捡到一个小罐的。我这边有大罐的。没关系，你喝。我喝完了。没有啊，那就关。所以我现在找补。我捡到一个小罐，我又捡到一个大罐，还有冰箱。哎呦，又有大罐跟小罐。还有蜘蛛网。原来我们在圈内，嗯，先慢慢走。哇，圈内人呢、欸？有人，哪里？在九东方向。他在装傻，他在干嘛？发呆。他过去了。手机玩家是不是？怎么动作怪怪的？一直转吗？没有，在那边发呆。还在吗？手机也可以玩了、啊，好屌哈！手机可以玩。不见了。推推顶推顶推顶，对，给他们自己顾的。我们右边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哇，红枪，难怪打那么痛。是他红枪哦。不错。大红枪又狙哦，我跟你讲。看来要对抗狙。
没有推上来，我先推到圈内啊，在下面还有一个，你推上来的时候小心点，有人。我靠！这边可以躲。你要夹吗？我这边还有个大罐。我有两罐，我只是没有补而已。我也没补。缺补。那我就躲在这边躲久一点比较。不行啊，谁来了？哇，好枪啊！哇！嗯，差一点拿冰棒剑。嗯。快拿到冰棒剑！跳农场。一组一模一样的人，我要飞不到，飞得上，飞到，飞到 ，yes， nice。有人来看了，真是。你行吗？我买哦，我买，你自己留着。没人捡，因为没人跳这边。没有用。你要什么枪吗？我这边是有一个金莲伞，不是连金莲狙。金莲金，那我们先连心。哇，你要去那个海底的？好像有人说过呢。没人说、啊。有，我十二点钟方向有一个。老张，你是放假是吗？对啊，十二点钟方向有人。过来，失败，那么早要上线。哦，我刚刚一直在跟我爸聊那个什么。没放假。哎、欸，你要那十字弓吗？没有十字弓。我发杀，好险有挡住一包。好，有人。哪里？几点钟？十点钟。十点钟。我完全没追到他。我、哦、是，上面，我这边，下面还有一只，下面一只，好、哦，下面，哦，完了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看，没有看到。
搞笑哦。那怎么就那么远的、啊？嗯，他是往我，他往前那个助跑，懂吧？你助跑的啥？嗯，你就往前走走一小步吧，一两个，然后你再丢，那丢很远。嗯。差很多哦，嗯，虽然说感觉不起眼游戏，哲学还是很多的。你要跳木场？然后你晚上要继续那什么泰拉吗？差不点。你干嘛？哎，我这边有水。哦，感谢。哎，又有水。嗯。哎，这枪变不见了，是哪的？这边还有那一间。好，这一间你好。对。可以进去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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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挺好的？不假超多的。真的吗？有五十的哦。啊，有啊。哦，不用。我刚刚讲完，你在哪打？有看到啊，你房间都没有电源呢。这边是有一个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。到时候再帮我看一下，说这有没有用。应该是有用，是你另外一边有用。对，那个要拉线。对啊。这完全没人收哎。嗯，完全没人收了。说助跑，然后再扔。对啊。没有啊。拉长一点，拉长一点，准心拉长一点。不然你拿一个，我丢给你看。
哦，有吧？嗯。靠，没有了。浪费两颗。空投，空投。哇，你接着追啊！可惜人不在。哦，那九点钟方向。这个有，我这边是以这个有红枪，他有红枪，他身上红枪，他身上红枪。看，你被包夹。哦。看，他队友身上也有红枪，他妈。还红狙耶。你把那枪干掉。没有。上面被两个东西了。嗯？会妨碍到我们无聊。不会。你是要钻哪边呢？我抓这边，这边对，可以装在这边吗？你要吹冷啊？你确定我就装？不，我抓那边好吗？因为我想我这边会失散。我抓那边。嗯。你抓那边可以啊。人来了。嗯。哎，也不怕了。嗯。抓这边。那这边跟这边，我觉得。谢谢，是的，你在讲电话。哎，等一下哦！刚刚在跟人家讲笑话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我靠！被我跳出去。我跳出去。你慢慢讲事情。所以你还有七公分，我应该是可以啦。你的窗帘是怎样的窗帘？就差不多就是那种手拉式开两边的那种。那这个你不要冒险，没有三边吧？哎，我靠，没有我都大、啊。
没有吧？可是这边很热啊，十三呀，八二哎，看一下。好的，不然这样子啊，你说你有槽点吗？那我帮你装过来这边好不好？小北，你看我红外线哦，我装过来这边。够吗？装过来这边。2.2也可以啊。对，装没有。我怕你吹到头了。我是怕你吹到头。你装没有关系。装下去你穿的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因为它挂在上面，那应该是在上面那一条。可以啊。拉下来应该可以。我尽量帮你装过去就对了。嗯。就拉下来也没关系。一样，2.2的。2.8啦，这是2.8啊。你2.2，我不要帮你装哦。不良不能对呀、啊，真的、啊。然后我的电源线，电源线就想办法分得出去，对。那这边电源在哪？没有，喇叭电源这边有。这有哦，这一个接一个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啊，这个就这样，然后这个就过了。这边是，他换这个了吧？啊，这叫啥？电啊，完全。
分一回出来，嗯，好、哦，然后钻这个洞，钻出来，我就叮叮叮叮叮出来，就再钻过来，再叮叮叮叮叮出来，这样可以，啊，它只是超长的部分到时候我们现场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才七十，反正这，我也信用你，你也信用我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哦，你给我弄好，有问题吗？对，好，好吧，只有一个来。可以了，这样了解了吧？那你这边就拍一批东西啊，反正
吃的。这个是不是？你那天喝了几个？这段扣掉它是真实的。那这张的话，左边是左边，这一边左边。这边的带卡比那些是2.5公斤嘛，5公斤。你如果不带的话，这点这公斤就是大的很大，它大超多的。你如果不带那个卡比那的话，就10.5公斤。干嘛？有事你就说，不用那么喂喂喂。别要玩，安的好没？慢慢来，跟东西讲事情。又去讲事情。一个人喝酒，用酒精麻痹自己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铁公单车屁。可以再问你的空三角？没有了，柏青在那边 FB 说他在喝酒，
然后他说他累坏了，然后 Pokemon 抓不到，阻拦了。那个宝贝球大师什么都丢过，就是抓不到，气到，是这样吗？因为他可以打。不知道。叫你问他，不知道。我哪知道？要你何用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可以叫他上线啊。有，我跟他讲，和比尔上线。帮你蹦出一句，就是因为你们。在喝酒，饿坏了，马上被打枪，怕请。